старина.没有坐车，然后从来没有去过新加坡吧，人生第一次去，虽然我已经都不知道在北京多少年，然后今天是第一次去。现在我在车上。嗨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故宫，为什么来故宫呢？就是因为。 前几天不是有一个别的国家的新闻嘛，然后就觉得说应该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北京的这个优秀的历史建筑，因为距离我上一次来故宫好像是有很多很多年了，我好像很小的时候来过。嗯，想去哪里呢？ 我从来没有去过，今天是我吧，人生第一次去。上距离我上一次来故宫好像是很多很多年了，我好像很小的时候来过，10岁啊什么之类的，那个时候来，然后所以就是后来就再次来过，今天就想说来看看，跟谁打的？打什么招呼呀？我们要不是要进去吗？没有出证。你走呀，从这走呀。 可是就是你在我的后面，你知道我屁眼，你在前面倒退着走，我会被撞死吧？没关系啊。行，就录这么多吧，走吧。不然变。 爱你茉莉窗前缺，想你想到心花怒放，黑夜白天。有点吵，我今天有点咳。我说刚刚那儿有点吵。啊，就不要拍了吧。 就防晒要做好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就是，你知道昨天有一个梗是。